Enjoy your flight with Emirates.
不是真的免费的可乐，上面是阿拉伯文哎，酷吧？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是什么？可口可乐。
还没结束，我们现在还有茶跟咖啡，咖啡刚好配我的甜点跟湿毛巾配擦手，有点类似柠檬的味道。第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到这一种刀叉，真的刀叉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吓到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蛮危险的，这应该也是可以伤人吧？对啊，可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事。对啊，像这种酒瓶，我也觉得应该也可以拿来当武器吧，因为它打破之后就可以当武器了，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很奇妙。我的咖啡来了。哦，对，我老公刚刚提到一点，就是说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你买那个比较便宜的机票，你通常不能累积里程数，但是阿酋航空，你的每一次的那个飞行都可以累积里程，所以它累积里程的那个速度可以很快。那我现在吃甜点了，焦糖布丁。中间是硬的，我以为它整个是软的，好甜哦！I would like， 很好吃，可是真的很甜，所以我要喝一口咖啡，中和一下味道。Oh, 焦糖味很，焦糖味很。This is so good. That I really like it. 吃完了，虽然说我觉得很甜，但是我吃完一个，我觉得哇，已经这么了，好想再吃第二个。可以买吗？好满足哦！哦，很棒的是这600，我们花的那个600欧机票钱，不止包含来回机票，而且还包含我们从德国火车的票价。然后没关系，你在德国那里都可以坐车。Yeah, even in Munich. Yes, I see. No matter where you are, Germany.很惊人哎！他说，我老公说，600欧的价钱，不管你从任何一个德国很大哦，他说不管从德国任何一个城市，然后到你要去搭飞机的那个城市，什么火车你都可以搭，然后票价都包含在里面，超级便宜。And then you can take the best German train, ICE, it's the most high class fastest one.对，就是甚至连 IC 就是德国最好的火车，你都可以搭。因为IC 的票价在德国算是很贵的，是因为我们订的这个600欧的飞机票的票价，连这个火车票的价钱都已经算进去，所以真的是很超值。而且是来回的火车票哦，不是。不是单程的，是来回的火车票跟来回的机票，总共600欧。那到现在你觉得最好的是什么？坐那个 Emirates 的食物。对。啊，食物跟电影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电影真的都很新，然后荧幕很大，所以看得很爽，很舒服。那我现在要继续来看电影了，拜拜。的午餐时间，然后我们刚刚点的餐已经送来了。看一下我的主菜，哦，看起来不错哎，是鲑鱼餐跟饭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闻起来很香。这是鸡肉餐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想要再点一瓶啤酒跟那个百事可乐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继续点。所以就能喝多少就尽量点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点酒，因为我们刚刚问他有什么饮料，然后他说有调酒，所以我们就点了调酒。然后我现在点了，我第一次在飞机上点调酒，哎，这是我刚刚点的君头宁，我们两个真的是酒鬼，因为我们。点了红酒跟啤酒，然后两个又点了两杯 gin tonic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来享用我们的午餐，然后喝我们的酒。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喝酒的话，记得如果你在飞机上有用到午餐或晚餐的话，可以点啤
酒、调酒，还有红白酒，随便你点。大腿吗？啊？大腿吗？大腿。大腿。大腿。啊，大腿。对，大腿。那我现在要开动了。超新鲜的，看起来非常好吃，而且很嫩，很嫩，很嫩。然后今天要吃的这个饭好像是番红花饭，黄色的那种。也不错吧，但它是粒粒分明的那一种，然后有一点干，但是它旁边有附那个奶油酱，所以搭配在一起吃。就还好，就不会这么干。这是沙拉，很清新的一种口感。然后它里面好像有那个薏仁吧。第一口吃下去味道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是后面吃就越吃越顺口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点的另外一份是BBQ 的鸡肉，口味还 OK 啦，但是它吃下去。吃下去那个酱有点酸，可是还蛮特别的，有点像那个用番茄酱去烤的那个BBQ的烤鸡。然后它的鸡肉比较没有我之前吃的那么嫩，但是口味还是不错。他们的餐点普遍来说水平都在一般航空公司之上。其实刚刚没多久以前，我们才吃完我们的早餐，然后一下子一部电影都还没看完，结果。又送来午餐，所以我觉得那阿球就是一整个航程就是一直在吃东西跟喝东西，就是一个喂猪的行程。然后我们现在坐的座位很倒霉，旁边就是那个飞机的机翼，所以我们外面什么都看不到，有点可惜。我现在坐自己的军通里调酒，在飞机上面，而且你还可以请他。他问你要不要柠檬跟冰块，可以就是请他加，看你要多少。好浓哦！我下飞机应该就醉了吧？太浓了。阿联酋航空真的很值得，就是高级的享受平价的价格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每一架那个阿酋航空飞机都是像这样子，只有特别 A380 是像这样子的规格。我还有一瓶好久没有喝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瓶我应该是没办法喝，因为喝完那个清酒之后真的是对我来讲已经太多了，所以这个红酒我会带回去再慢慢的喝。然后因为我这架飞机就是飞往德国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德国人，他们喝开了就会开始展现他们的本性，就是会变得比较活泼一点。今天吃的是巧克力芝士蛋糕，对啊，巧克力蛋糕都不会很甜，所以有点温那种我比较喜欢。然后上面还有那个橘子酱。他们甜点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有时候甚至还胜过中餐。如果你是香料味的人，就是记得一定要留一点味给甜点，因为甜点你真的要，就是真的一定要试试看。现在已经有点饱了，然后我还有面包还没吃。餐点真的是超丰富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难就是会吃不饱。那我现在已经吃饱，我要继续再来看我的电影了。现在在厕所里面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飞机上他们都会附那个卤皮，有汤，然后还有。
的时候可以用，但是这个水是不能直接喝的。那我觉得 A380 的厕所感觉比较有质感一点，因为它都是木头制的，而且它这个洗手台也比一般的大。然后这个洗手台一般来说那个小飞机里的那个洗手的话，你都要自己按那个按钮，它才会出水，水才会出来。但它这个就是自动式的，所以刷牙的时候不用一手在那边按，然后一手忙着要刷牙，这样很麻烦。厕所里面还有卫生棉，好贴心哦。然后这个是面纸，下面是面纸。然后这里还有风，可以让你把手吹干。如果男生要刮胡子的话，可以用电胡刀把它封。那如果你想吐的话，可以拿这个呕吐袋，然后还有全身镜。所以大推。